天下敢要败吼？跑不了的啦，那恁囝呢？阿爸，我不会开什么名牌，我一直都不会开什么名牌。你不要一直问我那些赌博的事情好不好啊？都是我的错。亚弟叶坤，我妈该怎么样？李先生，你得要哈，黑妈该管黑呀。要那个事实，那不是非的。然后后面人家做妈妈去考副总，你就答应啊，不批开破，好冇？李先生啊，你见过我有损害自家的风险，不受爱对应，我要黑我的身体啊。那好暗呢，我的妈呀！我进来住院是为了保护大哥，替你们这些没有做事的人做好你们该做的工作。是谁？为什么找我老公的名字？你快点！你快点！你看一下，你看那福利。海生，帮帮我。